那我们今天啊，今天作为四周年，一定给大家剧透特别多的 exciting 的东西、exciting 的东西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请我们 staff 同学放出我们的大屏幕。大家看到了，我们的这个是第一波剧透，是我们的第五世界 boss 金发绿者啊，不是啊，金属绿者，金发。金属绿者也是我们的刺客游侠之类的那种感觉啊，对，我们的崩坏娘说的对啊，你看我们穿这个，看这个服饰就能够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一个 boss 啊是一个这种刺客类型的 boss 啊，他会瞬移背刺进行各种出其不意的攻击啊，想要完美的躲避这个 boss 的攻击的话，那就一定要靠大家的反应力和手速咯。而且这个 boss 还会引分身。什么？本来就很考验反应能力了，还会引分身，我感觉你看到结局了。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，还记不记得啊，我们在这个 stage 5中啊已经出现过的一个无色灰火。说实话，大家看到这个无色这个灰火啊，这个他这个S 级女武神，他的这个角色立绘就已经非常非常有这个吸引力啊。新的这个 boss 啊，一定是这个叫沙尼亚特，看来也是跟我们这个沙尼亚特家族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啊。是的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吧。进入下一个环节吧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一个环节呢，大伟哥，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我们今天要展示一个本子啊？什么？我们会被封的，什么本子？不是刚刚 staff 同学跟我说要展示本子吗？不是，这个还不能放出来的。我已经放出来了。放了。好，大家看到了，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这个本子啊，这个本子呢是我们这个叫红瓦本啊，是我们绯音篇和干海篇的这个 Ego 太太执笔啊，那么名字叫做红舞幻想。那么当然现在全世界也就仅有大伟哥手里拿的这一本了，在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特殊环节啊，大伟哥就在现场给大家这个体验，一起看本子啊，让我们飞快看一下本子吧。好，大家已经看完我们这个本子，是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本子啊。
記憶の姫は聞こえない、鏡を壊し欠片を使って、クソ虫みたいな魂殺す。ねえ一体何が欲しいの？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ぐちゃぐちゃになっちゃった。くさいな君たち、雑魚みたい。バーカ全部死ねばいい。うるせえ欲望が交錯する声、この怪物な墓地、うるせえ世間まで燃え上がらせましょう。甘い匂いを放つ地下に飲まれた。すらされない不幸な少女、しょのかれだけど罪と呼ばれ、鏡を壊し欠片を使って、クソ虫みたいな魂殺す。やばいな私、知性って何？